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HSK 五级听力考试分两部分，共45题。请大家注意，听力考试现在开始。第一部分，第1到20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一题。一，你怎么还在公司？不是今天出差吗？因为有大雾，航班取消了，推迟到明天下午了。男的原计划今天做什么？二，这个手机的保修期是多长时间？一年，一年内您凭发票可以免费保修。他们最可能在哪儿？三，怎么不喝了？这汤不合你的口味吗？不是，有点烫，我等一会儿再喝。男的为什么不喝汤？四，小姑娘，你象棋下得不错啊。哪里哪里，还是您厉害，我赢不了您。他们在谈什么？五，关于这个方案，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意见吗？我认为这次投入的资金可以考虑减少一些，不然风险太大。男的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六，这儿的景色不错，我们合个影吧。先等一下，我整理一下头发，刚才风太大，刮乱了。女的怎么了？七，今天晚上张教授没来，真遗憾。可不是，要是他来了，肯定能给我们带来不少快乐。张教授是个什么样的人？八，请问你怎么称呼？王总，我是人事部的，我也姓王，以后您叫我小王就可以了。女的在哪个部门工作？九，先生，
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请您系好安全带。好的，谢谢。女的提醒男的做什么？十，小李，今天的事情多，你争取下班前把下半年的销售计划做出来。您放心吧，我会抓紧的，下班前一定给您。女的今天要完成什么工作？十一，比赛结果什么时候公布？这个月中旬，如果能进前十名的话，我就可以参加下个月在上海举行的决赛了。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十二，把这个纸箱子扔了吧，放在这里太占地方。别扔，我有用，你先放阳台上吧。女的要怎么处理那个纸箱子？十三，真不好意思，单位临时有点事，没办法和你去吃饭了。没关系，那我们再约时间。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十四，糟糕，我不小心把刚才那个文件删除了。我新装了一个软件，可以恢复删除的文件，咱们正好试试。新装的软件有什么功能？十五，回来路上，我看见广场上好像有什么活动，很热闹。吃完饭，我们也去看看，散散步，放松放松。男的建议吃完饭做什么？十六，请问报名时要带身份证吗？不用，您只要带身份证复印件就可以，要两份。报名时需要带什么？十七，幸亏有你帮忙，不然我今天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别那么客气，大家都是邻居，帮忙是应该的。女的对男的是什么态度？十八，您就别为我操那么多心了，我又不是第一次坐长途汽车。
等你将来也有了儿子，你就会理解妈的心情了。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十九，你看，从这个角度看，那座山的形状像不像只兔子呀？像只兔子，我怎么没看出来呢？女的觉得那座山怎么样？二十，你们也太疯狂了吧，认识才俩月就结婚了。了解一个人两个月应该够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觉得彼此很合适。男的对什么感到吃惊？第二部分，第二十一到四十五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二十一，你猜我刚才碰到谁了？刘老师，他也在这趟火车上，他在六车厢。这么巧，他也去江西？对，他老家就是江西的。那我过去和他聊一聊，你也去。刘老师在几号车厢？二十二，下午整理书柜，我有个意外的收获。是吗？什么收获？我居然找到舅舅送我的那块手表了，我还一直以为丢了呢。看起来你应该经常收拾一下房间。男的是在哪儿找到手表的？二十三，您试试这个药，我的一个亲戚以前用过，觉得效果不错。是吗？那我试试。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最近事儿挺多，您也别太着急，慢慢来。好的，谢谢你了。男的怎么了？二十四，麻烦你给我倒杯咖啡吧，困死我了。怎么了？昨晚失眠了？那倒没有，昨天是世界杯开幕式啊。怪不得，忘了你是个大球迷了。昨天是什么日子？二十五，我的登机牌呢？在你那儿吗？没有啊，刚才你要自己拿着。坏了，找不到了，不会是刚才买饮料时掉了吧？你真粗心，快回去找找，一会儿就要登机了。
男的为什么说女的粗心？26，你怎么把头发弄成这个颜色啊？太难看了。爸，您这就不懂了，这叫时尚。我不懂什么时尚不时尚，反正觉得不好看。您多看几次就习惯了。我的老爸，您得转变转变观念了。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27，你看，马路对面那个人是在跟你打招呼吧？离得太远了，我看不清楚。好像是你们公司的会计小赵。不可能，他昨天去外地出差了。他们最可能在哪儿？28，你的项链真漂亮，尤其是配这条裙子。谢谢你，这是我去年在云南旅游的时候买的。看上去很特别，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据说是当地的一种石头。那条项链有什么特别的地方？29，看你满头大汗的，停下来歇会儿吧。不行，我还没跑够3000米呢。你那么久没运动，一下子跑这么长时间，受得了吗？不要紧的，只剩2圈了。男的觉得怎么样？30，从明天开始，我来做饭吧。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不是一向讨厌进厨房吗？你下个月就要考试了，做饭太耽误时间了。你真体贴，那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了。男的为什么要做饭？31-32是根据下面一段对话。听说你在找房子，我一个朋友有套2居室正想出租，你要不要去看看？真的吗？我这两天正为这个事情发愁呢。你朋友的房子在哪里？就在我住的小区，你不是去过吗？太好了，这样每天上下班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房租是多少？他说是要2000多，不过如果我去问问他，估计可以便宜点儿。好的，你帮我联系一下，找个合适的时间去看一下房子。行，我现在就联系，一会儿再打电话给你。31，女的最近为什么事情发愁？
32。关于那套房子，可以知道什么？第33到3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一天，一只小鸟在天上飞了很久，觉得口渴了，于是它就去找水喝。它在一个瓶子前面停了下来，但是瓶子里面只有半瓶水，而且瓶子的口很小。小鸟的嘴太短了，喝不到。怎么办呢？小鸟想了一个好办法，它从附近找来一些小石子，然后把小石子一颗一颗地丢进瓶子里，瓶子里的水面越来越高，最后它终于喝到了水。33。瓶子里有多少水？34。小鸟用什么办法喝到了水？35。关于小鸟，下列哪项正确？第36到38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一个男人邀请三个小男孩在雪地上玩一个游戏。待会儿我站在雪地的那一边，等我发出信号后，你们就开始跑。谁留在雪地上的脚印最直，谁就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者，可以拿到奖品。比赛开始了，第一个小男孩从迈出的第一步开始，眼睛就紧紧地盯着自己的双脚，以确保自己的脚印更直。第二个小男孩一直在左顾右盼，观察另外两个同伴是如何做的。第三个小男孩最终赢得了这场比赛，他的眼睛一直看着站在对面的那个男人，更确切地说，是一直看着他手中拿着的奖品。只有将眼光坚定不移地聚焦在人生目标上的人，才会少走弯路，与成功的距离也会大大缩短。36。第二个小男孩是怎么做的？37。谁得到了奖品？38。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什么？第39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小时候住在北京的胡同里，特别羡慕那些能够住进楼房的孩子。
对楼房里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幻想，想象着午后可以在阳台上放把椅子，喝着茶晒太阳，也想象着能在十几层的高度看着楼下像火柴盒一样大小的汽车开来开去。现在在楼房里住了十多年，却开始怀念起儿童时代住在平房里的生活，想起以前最爱的街边的小吃，想起夏天的晚上在院子里乘凉看天上的星星，于是又开始喜欢上了胡同里的酒吧，觉得那里显得特别亲切，能让人找到许多小时候的影子，想起小时候和伙伴们快乐的生活。39，说话人小时候怎么样？40，说话人现在为什么常去胡同里的酒吧？41，关于说话人，下列哪项正确？42-43是根据下面一段话：一个人在旅途中遇到一个商人，那个商人不喜欢他，连续好几天，商人在路上用各种难听的话骂他。快到目的地时，这个游客转身问商人：如果有人送你一份礼物，但你拒绝接受，那么这份礼物属于谁呢？商人回答：你这个傻瓜，当然属于原本送礼的那个人。游客笑着说：没错，如果我不接受你的辱骂，那你就是在骂自己了。42，在路上商人是怎么对待那个游客的？43，关于游客，可以知道什么？44-45是根据下面一段话：想成为明星吗？首届网上歌手大赛能够满足你当明星的愿望，不需要专业的录音设备，只要有电脑、麦克风，能上网，你就有可能成为魅力明星。本次大赛将在下周二开始接受报名，获得参赛资格的人可以将歌曲的录音放到网站上，我们将根据浏览量进行评比，前五名将作为明日之星成为签约歌手。还在犹豫什么？赶快行动吧。44，关于这次大赛，下列哪项正确？45，谁能成为签约歌手？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